锁死。哎，今天谁没到两千关，谁也别想走。我怕你。如果拥有两千个炉炼器，可以开出极品装备吗？啊！一看我挂机了一晚上，已经有了两千多个炉炼器。你看我现在的等级是28，能够抽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只有0.035%。但我这么多抽，肯定能出一个吧？吸一波你们的勾芡，咱们开抽。哎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哦，真的开出来了，极品神装如意金箍棒，暴击增加10%，赶紧装备上去试试，小怪直接秒杀，你们快点。